这几个兄弟姐妹，现在7:20，哎呦，对得上焦吗？反正是7:20，7:20就过来。我的几个老粉丝，我是很熟的。我这个可怕的黑眼圈，好可怕。还好吧？哎呦，你还画了卧蚕，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你化完妆，我没有化妆。嗯。我现在已经坐上了高铁，然后因为昨天胃疼，我今天准备喝粥，我宁可胖我也不敢再胃疼，坐不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果冻上面 DIY 的，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嫁给自己了。I marry myself。前面两个没看吗？这就。是哪个？你想什么都可以，不用在意胖不胖的关系。是的，跟胖不胖没有关系。这个就可以测出您根据您的潜意识的喜好，测出适合你潜意识的这个唇膏。在手心啊，就是打开，完全打开，然后在手心预热一下，再按压在脸上会比较好一点。嗯。然后做一个这个动作，就是我们手啊托住这个脸，然后脸往下压，就这样子，自然而然的。对。然后这样子自然你就可以往上提用的时候，涂抹均匀以后呢，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使用。我说现在上海这里下小雨，但是还好，那个因为刚从巴黎回来，巴黎实在是太冷了，也下雨，上海就没有那么的冷，但是就潮湿一点，潮湿一点皮肤就没那么干了。因为我刚刚才刚刚鞋子很久，然后腿就特别的水肿，所以现在这样子是为了让它血液。不知道怎么说的，到底是干嘛的，反正我忘了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它可以消肿。哎，我练舞蹈的，大姐。你可以呀、哦。我可以这样的。哦，你好厉害耶！这我可以的。奶茶来了，奶茶来了，来，有热的和冰的都有，我的生命之源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